係啦，咁但係咧，呢條式嘅威力咧就並唔係用嚟計呢個一般嘅多項式嘅，係啦。咁佢係用嚟計咩咧？咁嗱，譬如啦，一啲特殊嘅函數，係啦。嗱，譬如咩咧 ？sin 咧，嗱 f of x 咧等於 sin of x 啦，係啦。嗱，咁咧，佢唔係一個多項式函數嚟噶嘛，係呢個係三個函數啦，係啦。咁點計佢咧？即係如果用頭先我哋識去試一下，去將佢展開啦。亦即係咩？嗱，寫多次條式出嚟先。嗱，條式好易記嘅啫，其實 f of x 咧，即係個函數咧，等於 n 由零開始加，一直加上去，然後係啦，呢個就係 f 微分 n 次啦。然後為咗方便起見咧，就代入零啊嘛。over 翻 n 嘅階乘，係啦。嗱，記住啊，點解 over n 階乘咧？就係佢要抵消翻微分咗落嚟嘅係數啊嘛，係。所以呢個係即係微分咗個指數乘咗落嚟係數啊嘛，所以佢要抵消翻佢，然後補翻個 x 嘅 n 次俾佢，補翻個變數俾佢，咁就得噶啦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嗱，咁計咯喎，嗱。之前咪講過話 sin 先計微分 ，sin 嘅微分係咩 ？sin 嘅微分係咩 ？sin 嘅微分係 cosine 嘛，係咪？嗱咁再微分多次係咩 ？cosine 嘅微分係負 sin 嘛，係咪？嗱之前證明過噶啦 ，sin 再負 sin 再微分咧就負 cosine 嘛，咁樣嘛。係啦，嗱，然後再微分咧，負個 sin 再微分就變翻 sin 喎，所以佢一直咁樣循環落去嘅啫喎，係咪？嗱，跟住點咧？仲要代入零喎，仲要代入零啊嘛，即係咧，嗱，再喺度寫啦，即係話如果 f of 零咧，就等於咩咧 ？sin 零度，嗱 ，sin 係個高啊嘛，高除以斜啊嘛，零度個高咪零咯，所以佢係零嚟噶嘛，呢個零啊嘛。系啦，咁 f 微分一次 of 零咧，就系 cosine 代入零啦。cosine 代入零，佢系底除以斜啊嘛，系咪？咁所以佢系即系个零度成合埋咗，零度合埋咗，底同斜一样长，所以系一。系啦，嗱跟住嚟喎，微分两次代入零，即系负 sin 代入零，系啦。咁因為已經知道 sin 係等於零啊嘛，咁所以負 sin 咪負零咯，負零咪即係零咯，係咪？跟住微分三次，亦即係呢個負 cosine 代入零，係啦。咁已經知道 sin 代入零係一啊嘛，係咪？咁負咁啊即係負一咯，係咪？嗱，所以係零一零負一咁樣去循環，即係話呢一嚿啊，呢一個位置啊。f of 零喺呢一嚿位置嘛，佢嘅循環就係零一零負一零一零負一咁樣循環落去啦，係咪？嗱，咁好容易寫佢出嚟喎，所以呢個亦即係話咩啊 ？sin of x 原來係等於嗱，睇翻呢度啊，零一零負一嘛，零 over 零階乘俾個 x 嘅零次方佢，加呢一個微分一次呢一個一 over 一階乘俾個 x 嘅一次方佢，再加。呢、这個又係零，零 over 二加乘俾個 x 嘅二次方，佢再加呢一個係負一，負一 over 三加乘，再俾個 x 嘅三次方，佢再加，然後咧佢就每四項就循環一次啦，係啦，咁啊唔寫咁多啦，係嗱咁樣發覺咧，佢係無限項嘅喎，因為點解？佢一直微分落去，佢係一直循環噶嘛，佢唔係好似一般多項式咁樣一直去到微分到某個位。微分到某一次，跟住再微分落去，一直係零零零零零零零，係啦。呢一個唔係嘅，呢一個係循環，不斷咁樣循環落去嘅。所以佢咧，呢個係無限項嘅喎，係啦。嗱，咁啊睇翻喎，會發覺因為點解呢個零
呢個零，所以其實咧呢行係多餘嘅，唔使寫嘅零啊嘛呢度，零啊嘛呢度，零乘幾多都係零啊，多餘嘅唔使寫，所以剩翻咩啊？剩翻單數次嘅項喎，原來發覺係啦，咁啊再寫靚啲，寫多次啦，即係話原來 sin of x 咧係啦，可以展開做咧一 of 嗱，仲有喎，呢一個係一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為咗寫得靚啲咧，將可以將呢個 x 咧就搬上去啦，係咪？同埋呢一嚿咧，呢、这個負一啊嘛，負一我可以將呢度變成正一，然後呢個變成負，然後咧又係將呢個 x 嘅三次乘上去啦，係咪？所以呢個係咩啊？所以呢個其實係 x 嘅一次咧 over 一階乘咧，然後呢度係減 x 嘅三次 over 三階乘，係啦。跟住下一個係咩啊？剩翻單數項啊嘛，所以係加 x 嘅，其實按翻個規律啫嘛。x 嘅五次 over 五階乘，然後減嗱第六項又冇咗啊嘛，唔係六次嘅嗰項冇咗啊嘛。跟住 x 嘅七次啦 over 七階乘啦，再加嘟嘟嘟咁樣一直循環落去啦。即係話咩？嗱，好簡單啫喎，單數1357同埋下面都係單數嚟嘅，係咪？即係。x 嘅一次方為一加乘減 x 嘅三次方為三加乘加，係啦，即係一加一減，一加一減，一加一減，然後 x 嘅分子係 x 嘅13579咁樣單數咁樣次方上啦，分母咧就係一加乘三加乘五加乘七加乘咁樣去啦，係啦，嗱咁咧就好有趣啦，有幾有趣嗱，佢係無限項噶喎，嗱。好有趣嘅嘢就係咧，如果我計埋 cos 咧，計埋 cos 咧就得意啦。嗱，今次計 cos 嗱，咁其實計 cos 即係計嗱，其實好簡單啫嘛。計 cos 其實用翻呢一扎嘢得噶啦。點解啊？因為我當呢個係微分零，唔係呢個係啦，即係當呢個係微分零次啦，係啦，即係我喺上面寫零啦。呢、这個微分一次啦，呢、这個微分兩次啦，咁呢個咪微分三次咯，係咪 ？cos 因為佢哋嘅微分循環噶嘛 ，cos 微分係負 sin， 負 sin 微分負 cos， 負 cos 微分 sin，sin 微分微分 cos， 一直咁樣循環嘛，係咪？咁你即係話咩啊？即係話褪一個位啫嘛，即係當佢係咧由呢度開始，即係今次咧佢就係一零負一零一零負一零咁樣循環，係咪？即係褪一個位啫嘛，係咪？嗱，咁就簡單啦，咁就簡單啦。即係話 cos of x 咧，就係等於咩啊？嗱，由呢個開始嘛。頭先 sin 就由呢個開始啦，而家 cos 由呢個開始，係咪？因為褪咗一個位嘛，係啦。咁呢個係咩咧？一 over 零階乘，然後俾個 x 嘅零次方佢啊嘛，加呢個零啦 ，over 一階乘啦。俾個 x 嘅一次方佢啦，再加呢個負一 over 二階乘，俾個 x 嘅二次方佢，再加呢度零 over 三嘅階乘，俾個 x 嘅三次佢，然後又係每四次一個循環，每四次循環係啦。嗱咁又發覺咯喎，又有啲多餘喎，零嗰啲零嗰啲零乘幾多都係零，唔使要唔使要。嗱今次查嘅係咩咧？今次拆嘅單數嘅項，剩翻咗雙數嘅項喎，係啦，同 sin 咧啱啱咧就一個單一個雙喎，嗱咁再寫靚啲 ，cos of x 變咗咩咧？嗱呢一個係呢一個呢一個又係可以乘上去啦，因為呢個一啊嘛，所以 x 嘅零次方 over 零階乘啦，係咪？嗱呢一個咧又係啦。呢、这、一個減咧，減好可以寫喺呢度噶嘛，係咪？然後呢一個 x 咧就乘上去啦 ，x 平方 over 二加乘啦。嗱，跟住後嚟你話下一項係咩咧？冇咗單數項啊嘛，所以下一項係四啊嘛 ，x 嘅四次方 over 四加乘，再減去 x 嘅六次方 over 六加乘，咁樣一直去啦，一直循環啦，係啦。嗱，即係話咧，你今次咧就係雙數零二四六八十咁樣去。亦都係一加一減一加一減咁樣啦，係啦，就啱啱好咧 ，sin 咧就係單數嘅 ，cos 咧就雙數嘅，係啦，就咁樣去啦。